今天的主题是解脱道中的性妄爱。佛陀的教育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观念，叫做戒禁取。这个特殊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还不明白内在的痛苦，它是怎么样产生的？那么，这个人他有可能会囫囵吞枣的去迷信一般世俗的人所喜欢采用的宗教信仰、宗教性。佛法它解脱痛苦的道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那是一种了解了心理行为它的科学原理，然后你透过对于自心自身经验的观察的微调的超越，然后最终能够达到一种你停止虐待自己，你停止在内在制造出琥珀压迫感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不明白这样道理的人，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他是很容易迷失在世间的各种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哲学体系里面。这种所谓的戒禁取，也就是不符合离苦正确的因果了解的迷信，它可以在佛教里面发现到，也可以在佛教以外的宗教里面发现到。在佛教自己的内部，你经常你会听到有人在跟你高调的推销，透过念诵某一个咒语，透过崇拜某一位佛菩萨神祇，透过某一种福音式的信仰，你相信这个，你接受这样的一个教条，那么你就会获得很大的功德。有时候这个功德被形容，它是大到它会解决你所有一切的问题，你整个的解脱到你整个想要离苦得乐，你只需要依靠这一个法门，你只需要念这一个咒，你只需要从事这样的一个法会等等。佛教以外的宗教也是如此。好比说，在世俗信仰里面最普遍的神教，相信有一个外在的上帝。然后呢，你必须要信对了上帝，你不能信错了上帝，你必须要信这一个宗教它推销的这一尊上帝。然后你必须要跟上帝有这一个宗教所解释的那种关系，你要接受得了这样教条，说某某某才是真神，我怎么样接受他？然后你就据说可以因此而彻底的得救。一个禅修的人，他看到世间的这些所谓的戒禁取的行为，这些没有明白出苦的要诀，然后病急乱投医的，以为说我只要去相信某一个教条，我只要去接受某一种宗教行为，那么我一切都会好。他的心里是有所保留，也就是说他是不会盲从这世间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佛教的说法里面，你如果你是一个正得出果的圣弟子，你就是你已经全然的明白了出苦之道，你就再也不会被世间的这各种不同的自我推销的
宗教法所困惑。然后在同时，有智慧的禅修者，他可能也会发现到，实际上，不管是佛教内部，或者是佛教外部的，他的这些所谓的迷信的行为，这些所谓的借进取的行为，实际上里面也依稀带着一些相似的道理。什么样的相似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不同种的普遍的宗教信仰，虽然它不一定能够最终契合到解脱道，可是它里面隐隐约约带着某一种普世的心理上面的原型。我比较具体一点的解说，做例子。你说那么多的宗教，他都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最终的归宿是这位上帝。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可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几乎是无数的文明里面所共同的仰望、渴望，那种想要回归到一个无所不在的，那种能够无条件的保护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这样的一个宇宙的源头，它这个里面是隐约带着对于真理、对于真如的理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信仰里面，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他表征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化的，而是指向你的心，它真实的质地。那么，这样的上帝，他可以说是一个指向月亮的手指，虽然这样的指向它并不一定很精准，它对于所谓的真理，它对于那种出苦之道、解脱之道，它描述的并不是很科学、很系统，但是它那个里面的基本的氛围、基本方向是可以跟解脱道合彻的。所以禅修的人，他因为内心放下了没有意义的争论，然后他长时间的都是处在那种归顺的心、归顺的真理、归顺的真如这样的心境，所以他很容易的在看到世间的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仪式，他们所使用的符号，他的内心仍然是有戚戚焉。他可以在这些看起来不是解脱道的、嗅得到那个解脱道的芬芳，他一样可以对这些道路、系统、比喻、符号、故事做有条件的欣赏。尊重、随喜，我们可以看一看基督教里面，他们大概最强调的一个修行方法，那就是信、望、爱。这个信表示是信仰，望表示是希望，爱表示博爱。如果信、望、爱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修行方法，你是以一种偶像崇拜，要把你的信仰寄托在上帝，把你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品牌的神明。那么，这样的信望爱，它当然它是
脱离不开界进取这个狭隘的范围。可是我们并不一定是要用那样的狭隘的方式来理解性往来，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用更有用的方式来理解性往来，它可以好大程度的去补足，特别是佛教的某一些圈子里面，他们过犹不及的一些文化偏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从小在不同的佛教的团体里面接触着不同种的佛教的修行法，但是普遍而言，这些不同的佛教的团体给人的印象是相对灰暗的、厌世的。一个甚至是佛教徒心目中理想的修行人，他的形象是干巴巴的，没有情绪反应的，他是不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情绪，所以你要称赞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理想，你可以说这个人他很淡泊。他对世间不执着，可是你很难形容这样的人，他是光亮的、富足的、饱满的、充满爱心、温柔、懂得情绪。如果一个宗教的文化，它普遍产生出来的修行的人。他给人的印象都是这样子，枯扁、干巴、欠缺快乐。这表示说，那个心境的开发上面，它是有不健全、没有顾虑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佛教徒谈一个符合解脱道的性妄碍，那是特别的有帮助的。实际上，我也相信佛陀他的完整的、健康的解脱道里面，他本来就具备这些元素，只是在长期的历史推演之中，佛教它的传承，它所流露出来的形象，它不得不受到。历史各种的因素的制约、受限。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性妄碍，它对于解脱道的行者，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修行方法。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普世心理的原型。你若看一看这个世间那些对于真理、对于解脱、对于自我的救赎，有着崇高的信仰，有个高度虔诚的心情的人，他们最终寻觅的是什么？你可以形容说他们在寻觅着要回家，你可以形容说他们在寻觅着能够让自己回归到一个不欠缺、完满的、饱足的、充满快乐，而且这个快乐它是永远不会退却，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想一想，不只是宗教徒有这样的普遍的追求，这世间哪一种生命没有这样的追求？最终，所有的生物，最终所有发生出来的动机，那个抑郁，它难道不都是在
追求这个，然后在追求这个，我们要怎么样表达这个？有的宗教他说这个叫上帝，佛教它的惯用语是不死境涅槃。不死境涅槃的意思就是指说，我们内在有一个不需要依靠那些变迁的外在的因缘，然后它是不动摇的平安跟快乐，它是无条件的快乐。其他的宗教也讲到梵的世界，大梵天的梵，绝对的清净的状态，那是一个常乐我净的状态，不会动摇，全然的快乐。有的宗教它用湿婆大神作为符号，有的佛教的传统它用普贤、毗卢遮那等等的来做这个符号。那个符号它的差异并不一定是那么有意义的，但是它的共同指向就是我们的最终的重阳，那个想要回家，想到回到我们真正的家，那那个家到底是什么？对一个解脱道的行者而言，你会发现到是谁在求道，是谁在求解脱？我们可以讲说，是当下这一个意念，当下这个动机，他在寻道，他在求解脱。然后这个每一个发生出来的动机，这个动机，它的本质就是在寻觅的，它是有导向，它是要去到某一个目标。那个动机它的发生，就是因为他当前的立场，他如果自己看自己的，会发现呢，他是一个孤立的自我，然后这个孤立的自我，他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如果你去看一看那个心中他所发生出来的每一个意欲、每一个动机，它都是有这样的特质。我要变成什么？我要去到哪？我要获得什么？它都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它要去的那个方向。但是，你若你只是待在这个念头的视角里面，你会误以为你真的是这样一个孤立的自我。你只要你继续相信念头的内容，你就会持续的作为一个跟整个世间、跟整个宇宙割结的孤立的自我，然后不断的在寻觅你下一个能够去的地方，你就看不到所有的动念、所有的动机。你如果摆开它的内容不顾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大海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泡沫，或者产生出来一个波浪，它的本质就是水，它跟大海是一点都没有隔阂。我们的所有的意念、所有的动机，它也是如此的，它也是最终的归宿，其实就是不死境。你现在，你认为你是一个禅修者，你是一个求道者，你是一个修行人，会有这个观念的是谁？他实际上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念头，它是一个动机，
然后这个念头、这个动机，我们要怎么样的导引它？就是透过信，信仰的信。我这边讲的信，不是那个借进去那种迷信的信，那种我接受福音式的信仰，我相信谁才是真神，我相信哪一个佛，他给我的功德最大，在临终的时候他会来救度我。我讲的不是那个信。解脱道里面的信，它是全然立基于当下经验的实证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当下，你马上可以印证它的真实。那么，如果是当下，你马上可以印证它的真实，你为什么还要信呢？那是因为你会一直忘掉，你在没有彻底的解脱之前，无明的力量会让你一直忘失掉真理，会是忘掉你是谁。你会不断的被念头拐走，被念头的内容所迷惑，所以不得已，你作为修行人，起码你目前你以念头动机这个立场而言，信仰是重要的。那么解脱道的人，他的信仰是什么？那你可以洋洋洒洒的讲好多好多不同的信，可是我们可以从以下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你相信你的最终是自由的，你的最终是平安的，你相信心。你相信心它的全然的包容、消化的能力，你相信心它对于所有的现象最终的超越、解脱、化解的能力。如果你相信这个，然后不断的让你自己建立在这样的信仰，那么这就是一种念，念住的念，它就不断的会对你。一直在发生出来的念头，产生出一种引导的作用，它在帮助这个不断发生的念头看清楚他们自己，去知道家的方向是在哪里，去知道他自己的本质。解脱道的性是这样性，如果你再不会修行，你光是懂得信靠不死。信靠觉知，而且是不断的在经验当中去实证、去验证你这个信，它是符合限量，也就是它能够在真实、在你实际经验当中不断的被验证，它的确是如此。退而求其次的，你如果你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你不懂得这个层次的心，你光是。能够相信三宝，能够相信善友提供给你的中心的建议，那也有好一个程度的帮助跟功德。我们的那个信，你的程度越高，对于解脱最终的境界，它的导引越精细、越精准，这个信就。越有用处，越退到后来，那个解析度越低，那个心慢慢慢慢的，它就变成只是停留在借进去的层次里面，那个信仰符号、信仰偶像那样的信仰，它是它对你的最终的导引力量是很薄弱。然后，同样的解脱者也修学望，希望的望。哦，那个希望就是你知道，你那个想要快乐的这个欲望，它的本质不是错的。你不要因为你自认你是佛教徒，就不断的误以为。
不可以有快乐。那个你想要快乐，那是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动机，它都共通有的、质地的，没有人能够免除，没有任何的动机，它能够免除得了这样的基本的去向。如果有人跟你讲，他不在乎快乐，那个应该不是一个诚实的话的。你看看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望，可能你满足这种渴望的手段是透过金钱，可能是透过爱情，可能是通过宗教，但是最终这个渴望是存在的。那但是我们跟一般的凡俗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不是只是呆呆的在面饥渴当中去经验这种渴望，我们是不断的让这种渴望变成一种导引，它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快乐？什么是真实的安全？什么是真实的幸福？什么是真实的满足？你不是干巴巴的，你的内在是如同大火燃烧。你是一个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亮、愿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讲到爱，博爱的爱，解脱的最终，它不是枯竭的，它不是一般的人想到极灭这个字会联想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解脱的心是充满了光，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幸福，然后这种光，这种幸福，它是没有界限，它跟所有一切的境界没有隔阂的感觉。然后他的这种感觉，内在的感觉，他所流露出来的行为的模式，就是他不断的在化解，在。跨越、坑坎、间隔，它不断的流露出以世俗的标准，会把它形容为无私这样的状况。实际上，那不是一个道德的多么了不起的无私，那只是他的心自然的流露，跟境界没有距离，他不采用心机。他活在宽大的、没有抓取的那种内在的幸福，不断的洋溢的那样的状态。然后这样的状态，它是富足的。这种引导，它有一点像是。有一个大富人家的小孩，他从小的流浪，在外面吃苦，极度的自卑，极度的不安，为了金钱的问题，经常活在恐惧当中。然后你不断的你要去说服他，实际上你是一点都不匮乏。你是大富人家子弟，你是不只应该要受用快乐，而且你有那种能够不断的创造出快乐可能性这样的能力。不要让自己的禅修变得是苦哈哈的、干巴巴的。不通人情，你应该在
信望爱当中，在幸福当中，去知道幸福快乐那个本身，它是没有罪过，你是本来就应该要享受幸福和快乐的。那个问题是在于，你过去那些无明的手段，在使得你切断那个幸福快乐的源头，你的那种抓，你的那种得失，你的那种紧绷，你的那种匮乏的心态，在让你误以为你不是大富人家的小孩，实际上你是佛陀家庭的最终继承者，你有无限的福报在等着你受益，让你这位禅修者流露出来的风格，你内心你所坚持的态度，它是充满着信望爱的。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享受安静。云何远离无法为断欲所长养喜，断欲所长养忧，断欲所长养舍，断不善所长养喜，断不善所长养忧。